是非之地，是非之地啊。皇上，我操！我见着我家亲戚了，这我俺家亲戚。你家亲戚呢？我是你忘了我是爱新觉罗呀？操，这里头太牛逼了！这以前的这人，古香古色的，这本身就是个饭店，兄弟们，它就是个饭店。荒废好多年的饭店了，就说当时吧，咋回事呢？这个饭店说的，那个经营不下去了，因为在山里头嘛，很少有人吃。以前都是说的，那个就是那会儿就挂账吃饭的时候吧，很多单位在这吃饭，那个时候挺好。后来就单位不让吃饭了之后，这个地方就经营不下去，萧条了，放那地方闲着了，能有十多年了。所以说，今天我们就来上这嘎再看一看。陈年老宅嘛，对不对？谁知道这里面有啥呀？咋的？这里头摆好保存的还挺完好呢。兄弟们，像不像匆匆忙忙的就走了？慌慌张张、匆匆忙忙的，是不是特别像？慌慌张张、匆匆忙忙，临走啥也没有拿。门打开，不打，快点，不打，你不打我就吓唬你，吓唬不打。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你妈！这也没吓你，就是红小红。出来！老大，干干！都没见过世面，你真的？没见过你，你冰箱你害怕啥你？你见过？你啥他妈你也不是？你见过？你大方开门能鸡巴咋的？还能给你干死怎的？都小红能鸡巴咋的？我都不惜说这个事儿啊！吹牛逼！这冰箱下这个逼样，你说出人笑话不？别嘎掐，别嘎掐了！告诉你，把这段掐了啊！把这地方，这咱俩这个阶段给它掐掉啊！那太他妈磕碜这块儿，那不影响下去别这样。这多鸡巴吓人，一人来高啊！我刚才好像看着头发了呢，还。你看的应该是那黑边头发。嗯，你别说，还真形象。嗯。去。我他妈警告你最后一次，你再他妈喊谁我整死你，操你妈的。先上这个看看。我塌了，都塌了。有个钟。锁龙井，别掉下！哎，别掉下，别掉！太凉了，这里头，啥没有。
锁龙井，看着吗？这二楼怎么这么顶啊？哎呦，这屋有蹊跷啊！嗯。四处有蹊跷，以前读就读好点儿。这是啥麦克风啊？来吧，兄弟们，给你们做个招领。太埋了，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做一个什么游戏呢？这个叫三杯敬仙游戏，有三个空杯。我们用这三个空杯请仙，把这个仙家请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呢问这个仙家一个问题，如果说这个仙家要有灵性的情况下，到那上点去，如果这仙家有灵性，他就会现身于我们，就是解答疑问。我们可以问这个杯仙有三个问题，问完三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请走他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试一试，这捡的辣，这是这里的辣，不是咱的辣。开始了啊，兄弟们。老戴，我离远点。开始。飞仙，飞仙，我是你的第三个徒手的来自。如果寻找溯源，请速度现身。飞仙，飞仙，你是我第三个徒手的来自。如果寻找溯源，请速度现身。我操！我操你妈！这……哎，你们听着吗？没听到？嘘！啥玩意儿敲的？我操你妈，是啥叫啊？哎呦我操，我啥玩意儿叫啊？像他妈电匣子似的呢。不是，好多真黄狗。我操！谁？谁？谁呀？谁？谁？
操！是，我操！我操你妈！你赢吗？我直播，我直播，我赢吗？啊！干啥去你了？啊！我操！你个逼！操你妈！啊！我操！你个逼！走！谁？出来！小心点！谁？我操！啥玩意儿掉了？啥玩意儿掉了？等一会儿，操你妈！有东西里边，有脏东西。你们有截图吗，兄弟们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截图！啥事？是你影吧？我刚才在你后边来的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嗯，不是。我等一会儿啊，影是在门后。哎，等出来了。我操你妈！这个影不是老戴的。别进了，别进了，瞅你眼睛。别进了。走吧，别追，别追，这里边有脏东西，别上去。那他妈的，真是跟他玩了。关键那厕所不大点儿，你知道吗？别别别，谁？别过，别过，别过！你咱俩进门口，进门口不去。你妈！哎我操，蜡还没灭呢。我操你妈啊，小黑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听着吗？谁？别他妈喊！站你站你站你站站你站往前站往前站，真他妈真他妈是东西，上一半拉灭了，没远一走啊，哼，我操，
那滚！楚边，我操你妈！哎，好像不对劲儿呢。我操！又吵起来了！哎呦，咋那么好？窗帘不对劲儿呢？你把我瞎了还咋的？我看着这活儿看着，我操！我他妈好像瞎眼睛了，那花好像开了呢。别慌，差不多得了啊。我坐车出来，哼，操你妈的！屋里，就这屋。出来，谁？出来！老大，老大！啊！我操你妈！在！啊！啊！我操你妈呀！啊！出来！在！出来！老大！老大！啊！我操你妈！在！啊！啊！我操你妈呀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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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妈！你起来！我在！我踹呀！